真假的？那你什么时候要来？嗯，有下下吧，下下个月、嗯，下下个年。哦，下下个月这么久？是啊，嗯，这个是怎样啊？没个没个好怎么有办法？不行啊，还不行。哦，没有，就问问，就问问，就问问。对啊，他其实那边就算你没中谁，他都不会。你，我想问你哦，胖子，你确诊过几次啊？六次啊，靠油。没有，因为我觉得你声音变好多、哦。怎样啊？真的啊，换麦而已吧，换麦而已吧。是换麦吗？可是变得比较不甜了、欸，哎。嗯。啊，怎么这样？真的吗？心碎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快吐了。嗯。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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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竺鼠车车吗？我已经很久没看天竺鼠。那东西已经没了。它已经没了，已经那东西已经那东西已经高速过气了，高速。你把蘑菇牛搬回。你也太久没上线了吧？对呀、啊，还在磨翻了十天了哎、欸！哇，没有十天啊，一个礼拜吧。哎、欸，他可能也是随便问问啊，也是啊。台大的朋友，请支付。是啊，什么哟？那你至少开一下，不行？你们很贪婪，你们是贪婪的人。现在有这个松鼠，对，现在有这个台，就是且看且珍惜。啊。且看且松鼠，没有啦，真的、欸。有那万一会开，他会讲啊。会啦，他还要习惯一下，太久没开不习惯了，太久没开习惯了，后来要开台不习惯。确实。哎，半夜好呢，我看一下哦。光猫安安，你是？是你的童子安安、乙轩安安、夏马克安安、白鸟安安、雪莉安安、棉被猫安安、夏马克安过了，我数安安。我说米娜，你昨天对你多好。ISHIS， 我感受到米娜你对我的爱。叔叔安安，妈妈，你们帮我发那个吗？柠檬安安，啊，哇哇林安安，我在看红鱼安安、花英安安、青蛙安安、N A T， 收六十港啊，发个通知都不会。O 英语三郎，画面已经满了。今天扣掉渣渣，六十港也太贵了吧？今天你在哪里开啊？你怎么不说？通话有七个人，但是伺服器内目前五个，四个人。那时候去看那个多了胖吃跟阿福谦啊，不是阿谦，福谦。我找一下你在哪里。我的人气我放弃了。大家都在开台啊，好认真哦。就你。别笑好不好？还敢讲啊？你还敢提啊？我都不想提耶。对不起嘛。人都不道歉要干嘛？真的不想说了。那我去把浴水弄一弄好了。那不是要开始玩把三瓶酒撞出来大赛吗？我不是已经到深夜的赌博场了吗？对 啊， 对啊，可是现在人够吗？够啊！我们这边人、欸，我们现在才四个哎、欸，线上才四个哎、欸，但是 DC 有八个哎、欸，为什么有八个？你怎么算的？去折他，我真的受不了了。他说我胖，对，他说你胖，他过分。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可以推在繁星身上？不然你觉得是怎样？我想觉得是谁胖啊？不然有那你觉得谁胖？不然觉得谁胖？就是我嘛，最近吃太多了。了不起，负责直接推到自己身上。原来我笑的不是这个，我笑的是蜜娜姐说你他妈，我早就知道昨天不要放过你。不行啊，你对我最好了，我刚不就说了吗？没事，为什么有三叉戟返回啊？你们在玩三叉戟吗？我差点被捅死啊！哦，是有沉思哦。我刚好把装备全脱光啊！去你的，你给我回来。我看到了，他嘎了，他啊，他被。啊，是，哇！他被海灵中心嘎掉了。他是有忠诚的。对啊，所以会一直围绕他身边。这在讲什么东西？阿静在哪开？阿静在没有，那是优奈。对，我是优奈。他是优奈，他今天是优奈。OK， 优奈最近吃的不是很多。你可以帮我把我的衣服上面改写优奈吗？
那可以，衣服上面改写优奈，你要我现在做这件事情也太难了吧？那你觉得把我的衣服改写优奈比较难，还是现在开台？你开台。你说改成优奈是吧？你觉得哪个比较难？你选一下。你说改成优奈是吧？马上来。马上来，马上好。马上来，马上来。虽然我们铁人塔盖完了，但是我在网上看到很酷的，所以全部人都在那个产卵下是谁的？对耶，福谦，福谦，你有用铲子改名字吗？你有没有把铲子叫产卵侠？没有啊，你怎么觉得？他是不是笑了？干他凶手到底是谁？妈，我跟你说。一定是菜头，妈的，不可能的人只有我而已，好吗？一定是菜头，不行，还要更。这凶手到底是谁？妈的，一定是菜头，一定是100%菜头。这是突袭的比较凶。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产卵夹，就是有一天我在我包包里面看到一个钻石铲，那还在产卵夹，然后我就到处在问，妈的，到底谁把产卵夹放在我身上？然后结果在没有开台的情况下，大家都没有要承认那个东西是他的。不是因为我们的工具都有大概的命名方向啊，这个命名方向我们找不到人啊，会有人承认？应该要会有人承认才对啊，而且问得到观众啊，对不对？如果是菜渣还是偷偷来的话，问得到啊。总不会有人也不开台，然后某天就自己突然上线，然后把那东西改成产卵夹，丢在阿进身上。那我跟你讲，所有人都问过，我们只剩一个人没有问呢。你说道义题，你题不可能啊！你题的装备时常在喷呢、欸，而且那是喷在阿金身上、欸，也不可能、啊。不是啊，我们那天在打的时候，乙题不在啊。对啊，所以不可以误会他哎、欸。搞不好他偷上线然后改啊，他什么观众就改啊？你们为什么要改这个哦？产卵夹哦、嗯，然后丢在我家是不是？然后我就上线就吸到这样，他要算好我上线的时间、你们想让阿金产卵好啊？靠，那是放火吧？你写的是放火吧？我怀疑你们有私人恩怨。阿秋，我忘记怎么把英文换成中文了。哎，塔隆没反应。Auto 空白键跟 Ctrl 空白键，或者是 L 加 X 啊？或者你请你先睡了？什么？你要睡觉了？那你进来干嘛？你进来什么都不做去睡觉会扁，知道吗？啊？你会变产卵侠？阿静，我发在那个大厅里。真的假的？你在种田吗？谁在种田？不是，我看他手在挥空气呢。哇、哦！突然加速了三小。阿飞，他信号只有一格，然后我看他手枪，哎、哦欸，这外挂了。一直对着土。对啊，我刚刚看他信号只有一格，然后他手一直对着土挥空气，然后都没有种死。那刚刚突然，叭叭叭叭叭。完了，我累吧？他你一格哎、欸，你好危险、喔！大家在嗨的过程中，胖子就这样不见了，大家都没反应起来。有啊，刚刚有个人就说啊，我现在去扁他妈的，等一下我才。哎、欸，猪鼻复制是用什么啊？哪一个？黑石吗？要怎么加东西啊？猪鼻啥颜色？我教你怎么用。这个，哦，看到了，哎、那個欸，对，那是黑石。左上角的人。那边按最右下角，最左下角不是有一个载入模型跟物品，有吗？好啦，你开台了啦，不要教了，你开台啦。我们到现在都还不知道产卵侠到底是啥小，真的、欸，那困扰我们好久哦、喔。我真的好想知道，有办法？有一个人头。那要载插件才能知道那个东西是谁的。有武器资料，对对对。最左下有一个载入模型。看这武器资料，他到底是开启资料夹，嗯，然后去，然后，item 荒野，去 item 里面，哇，星期五晚上11点丢进去就好了，嗯，哎、欸，那个丛林遗迹叫荒野对不对？早上六点要起床上，那我要从哪里拿出来？丛林遗迹是荒野，对不对？第二个有一个星星。嗯，丛林遗迹的模板是荒野吗？对对对。哦、嗯，是那个青苔鹅卵石。哦，好贵哦。晚安啦，晚安。怎么好贵？要钻石吗？
还在弄。所以我们要玩什么？不是要玩尖叫？没有尖叫，就山羊啊。好了，我改好了。我改好了，太棒，优秀，优质，优质，完美。现在大家就不会再问我是谁了。真的是吗？哎、欸，为什么杰修可以偷用我的表情的？你真的很多账号哎、欸，业障，他超多账号的、欸。你是订阅了吗？什么意思？我有开订阅了吗？你有放那个表情哦、喔？我放表情了、啊，我放了、啊。啊，我用我跟我Twitch一样的表情，应该可以。那我也看，你用你Twitch一样的表情，你不是就在Twitch看？哎、欸，我的图起怎么也有拍着？什么意思？把它关掉。啊？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你应该看看我们的聊天室，结果真的哎、欸，我的图起完全没有发现有开、欸。快笑死！啊，你双开哦、喔！哦，没关系，赶快关。哦，背背，双开背哦、喔，赶、快关一关。荒野的脚，什么荒野的脚？哦，我的这个表情是只要追随就可以用，是不是啊？它可以调吧？吗？不知道，好久没在图起了。哇！我做错了。安 blueberry， 等下这 blueberry 是那个 blueberry 吗？应该不是吧？那个应该就叫蓝莓。当然不是啊。或者是它可以叫偷。对，完蛋了，我做错了。贵贵，什么东西你做错了？哎、欸，怎么了？怎么样？不要不要、啊、不要！你应该把模板抛到错误的桩上面了吧？对啊。贵贵，哇！钻石的好好看，好亮哦。干笑死！不小心开成两边，笑死！好办，你是做错什么裤子？没事啊。笑死！笑死！你不知道你有开吗？对啊，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会赶快关掉、啊。下马克用记得啊！我怕等一下没来，我怕他两边都不见怎么办？完蛋了！你是不是想害我？对对对，你是不是想害我？还是我也很久没开了啦？你看，现在你们还有这里可以看嘛？对不对？比我跟杰修订阅了，再开上去就好。对，嗯，怎么办？他就不能双开啊！我也想双开啊！你现在这种东西打不出来，我会帮你打。这样听起来怪怪的，好色哦！打什么？我还在疑惑，他是要帮你打出来啊？打装备啦！我还在疑惑你的画面要怎么同时开啊？就是这样啊。哦、没关系啦。为什么可以同时开啊？真的吗？可以啊，我两边金要都按就可以同时开、啊。你是要打哪一个板子？哦哦，你又打了一次。对啊。哦、你刚打到鞋子上是不是？没错。那该不会你那一天也同时了？那、啊、你的帽子咧？还没啊。還沒帽子。你要用粗笔，你要用粗笔板哦。我们还在想你怎么不看自家聊天室？对啊，我还想标题都没改。帽子用什么好、欸？好，我跟你说，我的这个帽子很好看，丑死了。哪会？热骨很帅，你看它是两条的呢。它是盗，是盗版艾迪达两条线。所以我们的山羊什么时候可以玩？现在可以了啊，人都到的话。可以了。还有福建啊，等福建、啊。他要玩吗？他要玩。嗯，没关系。他要玩吧？他肯定要玩。等我一下，我刚好飞起来吗？对不起，感谢叔叔的小起点。抱歉各位，让大家造成了混，造成的困扰。哦，有哦，设定好了，谢谢。初期开台没那么快，对，我刚没设定完哎。我记得是有人已经抢鬼模板吧？对，已经有人抢先订阅，真是。因为你今天，因为你前天开台了，然后自己不知道。对啊。而且我明明就已经把那个金钥关掉了。金钥可以？对啊。还是你有重开机过、啊？没有啊。好，安午安晚安，安安安杰修晚。早午晚都安一次了。
早安，早安。欸、对了，我上次优奈没听到拉拉说那个啊、欸，不是，我要跟你们讲那个笑话，你先讲。就是拉拉他有去应征屈臣氏的工作，你知道香港屈臣氏一个小时多少钱吗？不知道。300块美金，超扯。一小时300美金，他妈的！我要去香港打工，我要去，操你妈！我去啊，我去啊！做什么实况组啊？天哪、啊！他要我帮那个客人洗手，我也洗啊。他要叫我化妆上班，我也化啊。那舔脚嘞？我舔啊！舔脚哥哥，应该舔哥哥舔。我舔，我会挑啊。年轻妹妹可以这样。客人对，如果要叫你穿小的衣服，在地上把手背着半蹲了。啊，背着半吨什么东西？那应该不止哎、欸。哦，靠腰啊！你好坏哦！我爱他，真的，我真的爱他。安安呐、啊，菜龟喂喂喂，菜鱼龟胡凡炒鱿 ，leg 不豆。不是啊，你们上次说的那个贵宾狗的笑话，那个 VIP dog 那个笑话没讲完，你们知道吗？让我背一下、啊，还有哦，那个有那个还有那个伺服器 IP 有改是不是？有改。对了，师傅 ，IP 是阿帕搜 Q 02123，然后带一堆人进来。没有，他那个笑话，你们讲那个 VIP 豆，他只是这个笑话的前半段，啊，后面是后面的梗，后面是那贵宾狗的，不，那个贵宾狗的英文是 VIP 嘛？嗯，那腊肠狗的英文呢？哦，白痴哦，你想起来对不对？我知道啊，是什么？你猜一下，你猜一下，这个用打字的。对，我有猜是，我刚刚我告诉你哦，优奈，一起打，你丢在没有？你丢在麦克，丢在麦克，来一、二、三，哇，聊天室的很懂嘛，哦，豆哥，想起来好开心吧？哎、欸，乖乖，你飞来我家看一下，给你看个可爱的东西。是产卵侠吗？是产卵侠吗？产卵侠不在我这，过来看就知道。我有一只很酷的产卵侠，酷酷的产卵侠。我家门口。然后你等下说，我家在哪？我靠，三小，他金变态，是产卵侠二哎、欸，你金变态，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取名字啊？哎、欸，你还记得我们遇到那个豆桃在熊猫吗？他真的没命名哎、欸。他是真的小为什么、啊？他真的是用背带走路的熊猫哎、欸。低能儿，你叫他低能儿是吗？低能蹦。没有，他就是要改这个啊。你只要把生物改这个，他就会变成这样啊。他那只熊猫为什么会那样子？他没改名。他就是这个特性的熊猫啊。嗯。而且你知道他颠倒过来跳超高，超好笑。嗯。啊，他怎么跳？欸、四脚朝天跳、啊欸。他会撞人吗？等一下，他会撞，他可以撞人哎、欸。对啊，对啊，他可以啊。我只是想试试看。带走。欸、他倒着撞哦，他倒着撞哦。现在要倒着撞就对了。要么你真的要带哦、喔。啊？你真的让他撞哦、喔？撞啊！我怎么不让他撞？我想看他怎么撞。看好笑。我真的想看他怎么撞。靠腰。阿信，这给你，这给你。阿信，哎，跑出来了。你给我一个绳子啊！没事。你把它放进去，锁在前面的栅栏就好了。跳上去了。他会啊，你锁在前面栅栏，然后你出来。哎，就过。阿垮，不要挡。好了。哎、欸，对，开赌。有谁要参与？要赌盘了吗？我要去赌。在这里的所有人都要参与。等一下，我繁星的点数，我昨天开着就还给我宕机耶！哇操！一定要换他的结尾的吧？靠腰啊！换结尾。赌盘。赌什么？赌谁会被羊撞？对。我们昨天玩嗨了，昨天那个很好笑哎、欸。开始预测，你就挂。全有奶，你不可以这么不说话、啊，你不可以这样子一直不说话、欸。拉拉也要玩对不对？对，我们六个人。拉拉，啊？什么？为什么？龟龟。因为你要讲话。哎、欸，其实谁会被撞很难赌，六分之一很难中。我跟你讲，所以会海啸。
我们昨天玩了一个就是出大事，优奈海啸毒瘾，没有出大事是出大事是全部的羊都一直在撞盔甲甲哦，对我后来盔甲甲被 ban 了，他是 meta， ban 的盔甲甲，都可以。每个有不同，有不同的那个哦，它这个差别在哪？我会拔下来看吗？不行，只能选一个。它为什么？你们怎么知道它分别什么沉思？啊，我的那个，它是吹出来声音会不一样哦。对啊，你试试看。五八啊，这个，啵啵啵啵八。啊，这个三羊角有会影响什么？啊，会影响什么生物吗？不会 啊，不会有啊，不不不不。哦，啊这个嘞，不，啊这个是不是我一开始的那个？我一开始给你那个是吗？对对，这就是我给你那个。你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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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啊啊！哎、哦，我、哦、干你屁事！顺便偷别两下。我哎、欸，这个怎样？他咬你了！不不不，连他都要扁你，连他都要扁你。现在全部人都要扁你，连他都要扁你。八八八八，我们现在致力于做一些娱乐项目。才赌两万！哇，怎么都面向那边？我豪赌了我的家产十块。那我要赌他撞谁？哎、欸，优奈，你看，全都面向门呢，他们怎么了？哎、欸，没有一个跑过来。我怎么觉得我会被撞啊？但我又不想要赌自己，我赌阿静好了。赌阿静会被撞。我赌十块。龟龟，我要去看龟龟了。喂，31倍，哇操！那我要分散风险啊。在哪里赌啊？嗯。啊，对了，龟龟，你有记得要你们有去玩雀魂的，记得要登录，有记得登录吗？啊，对，我靠北，我没登录。哎、欸，我也没有、欸。一定要登录吗？它不是累积的吗？不是。你登录可以多翻那个奖励，所以要翻格子。你今天没解没差，但是要记得登录起来一起解。他不是累积到最后一次解的吗？在 YT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哦，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我说记得要登录啊，啊你没登录连翻都没机会啊。好好好，我先登录。没事，我们等一下私下再来打。好，我们等一下私下打，私下打。私下打好色哦。肯定要私下打的啊！欸，你看我很认真在填地耶。你在哪里填？看一下啊！我相信你肉眼看得到我填在哪里。是已经截止，我没赌到哦！你们啊，干垃圾确认干！两分钟哎、欸，洗的卡。话说，龟龟，你是你的退取不见了，是不是？没有不见啊！哇，月岭，你看那铜锣烧好不好看？还在啊！哦，你看那个铜锣烧。你敢不敢闭嘴？哎！啊，退取会回收吗？我终于看到那个可爱的铜锣烧了，这么快哦？会吧？你说什么？一定会不会没收吗？那我只能一下开这边，一下开那边了。嗯，反正它不能双开啊。你试试看啊，我们就检举啊。那我的意思是，我就一天开这边，一天开那边，是这样吗？欸、可以啊。欸、可是我觉得很奇怪、欸，我就有看到有一个人，我提醒他，然后他一直双开，然后我就不爽，我一直检举他，他也没有不见啊。哎、欸，搞不好他爷爷会把平台买下来啊！你要登录了，那他要把凸起改成 X 起吗？那很烂呢、欸。然后底色要改成黑色的是吗？还是给迪士尼买，这样凸起就可以变米奇了。来，拉拉挑一个房间，挑个喜欢的房间住，站着就好。哎、欸，我要去这个。我们今天要玩撞山羊。我们要被山羊撞，没被撞山羊，没被撞，这是一个彩票啦，就是赌金奖，就是我们会站在这里，然后那个羊会冲过来撞我们，我们要在它撞到我们之前，在前面放一个哦木头，你也可以不用放嘛，被撞而已。木头，这场结束还能再开一场吗？我想赌，这个主播，来你要木头，我有，你挣吧，这是拜托牛奶，我可以可以原木就好了。可以吗？繁星大大，我还想再赌一把。我这一把赛马没赌到，我跟你没有，我们会一直赌，一直赌，一直赌。还是等一下想玩一个更好玩的东西。在繁星的台，还是等一下想玩一个更好玩的东西。什么更好玩都可以啊？性命安全的那个啊，昨天我们玩那个生命安全的 ENT 啊。没有，我们要玩更嗨的是
我们要把妆脱干净，然后真的会死。哇，我是没关系啦，真的会死，我是没关系啦，我也是没关系啊，反正妆不会喷掉啊。对啊，就打起来就好了，对啊。你在哪边啊？我们阿静家。安安。好久没有用跳跳，还是其实应该要弄跳跳的。跳跳。对啊。好认真哦。我跳跳是鹅猫耳屎的图哎。哎，帮你帮你帮你挂时数，当然要认真一下啊。我都已经忘记跳跳怎么用了。就聊天室啊。什么是跳跳啊？就是你讲话会一个 GIF， 一个图贴图啊，一讲话就会换另外一张。DC 的外 ，DC 外挂的。对。哦。然后 OBS 可以用，很好用。嗯。我先找到吗？对。对 对, 對，直走直走直走，经过那个田字直走，笔直走。右转右转右转直走。经过那个房子，对，笔直冲，笔直冲。反正你等一下要被山羊撞的时候，你可以打两把的，你可以玩两桌的德州扑克。哎、欸，你去哪了？对对对，直走直走。为什么被山羊撞可以玩德州扑克？为什么？因为你要站在那里等着山羊撞你啊！为什么不能玩？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玩？等很久是不是？嗯，还好啦。看他心情，看他心情，我们不知道，他就是一个很随机的东西啊，很好笑。选一个没人的房间。那、啊、我要选，我是一号选手。啊，这边怎么有根火把？嗯，我会把这火把插到外面去吗？那个大家都选好跟我讲啊，我人都到了，我都到了哈。新歌安安，我是哪里？我是哪里？第二间吧。对对对对，好了，准备喽。等一下他们会就是低头是准备撞的，但是等一下跟福先讲一下，记得放方块啊，不然会被撞啊。然后会一点用都没有。你有方块吗？要原木，要原木。因为我有原木，你要吗？你我给你，我给 你, 你不要也没差，只是这可以顺便拿山羊角。如果不要的话，没关系。放在我面前是不是？对 对, 對，他低头准备撞你的时候再放就好了。哦，你提前放不会有用，有用是吗？对对对对对。我可以直接拿木头敲他的头吗？你试试啊！哎、欸，准备了，是豆草摘了啊！准备了，准备了，准备了。我这词是倒过来的呢。我跟你讲，等一下，等一下，那个那只羊干嘛？那只羊不是那只羊干嘛？走太近了。他怎么倒过来的？对，是我倒过来，他这样子我怎么撞他都撞。你就看他抬头啊！我觉得倒过来超好笑。对，不是，请问这一次我要怎么撞他？什么时候想撞我？我看不出来耶，没看懂。你看他低头嘛，啊，头抬起来嘛，羊抬头。他抬头就是要撞我，是不是？哎、欸，他们怎么都屁股面？不对啊，为什么都屁眼我们？为什么、啊、不动？都不看过来、欸。那里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吗？哎哎，冲、欸欸、了吗？没冲。哎、欸，失败 ，fail。哎、欸，怎么他回头？为什么他回头？我不知道为什么那边有那么好看哎、欸。那边有什么好看的啊？那边是母山羊是不是？还是我把它遮起来？还是我把那边遮起来？那个是母山羊吗？我们全部被屁眼了，我还被倒过来屁眼。哦，来了来了来了，那谁是谁？啊！哈哈哈哈哈！啊哈！好了，我们把他们推回去。所以海啸了吗？海啸了。海啸了。等一下哦，等一下哦，先推回去，先推回去。哇，扫这些很好玩呢。那、啊、好了吗？我拉喽。好好拉拉拉。欸、好了好，这就是赛马，这就赛马，这就是赛马，这是赌马，赌马，我们赌羊呢，赌羊，赌羊，赌羊，哎，什么方块？尤其是安安，哎，不是赌羊，用木人木可以，因为嗯，干嘛？你至少帮忙说安安吧，安安，乌鸦，你至少帮忙，你至少，不是我吧？至少帮忙说个安安吧，快丧失吉祥物的功能。好，我要继续开赌。
没事啊，拉拉是不用怪你啊，因为你有延迟，而且这个真的不好不好反应。我还没有成功一次过，一次都没有。哦、真的，那你只好让 Apex 顶尖玩家的反应来秀一波。你直接看他低头就要马上放了，不能一直哎这样子。我想说，他可能只是回头看我。看这个海啸有40000多点耶，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也要再赌一次。只有三个人头，哎呦。1/6很难呢、欸，超难的，选项太多了，对吧、啊？开始预测，我等下跑完吗？还是我可以再开始预测？按按看呢、啊？好啊，2分钟。哎、欸，我也想视频，还是吃麦当劳？我操，我现在剩370，投资理财有赚有赔，你不要那么多、哦，剩310，羊可以吃，羊一定会撞新来的人，所以我要海。海压浮签，投资山羊有去不回。那我压龟龟好。但是要撞到还是没撞到也算了。撞到什么？你说掉脚吗？要开撞要撞哦，反正撞。反正他撞到有撞到你，或是你有挡到都算。像我刚刚不是有低头、哦，但没有撞过来，那不算。那你要吃冰吗？好啊。我要草莓。你可以吃了吗？你那个走了吗？了所以草莓吗？草莓味吗？杨桃吧。杨桃吗？狼来了，杨桃。我还要喝酷冰沙。妈啦，会再被中一次吗？1/6。我跟你讲，那个山羊真的超鬼的。我们昨天玩，他都在一直撞盔甲架，对啊，一直不理我们。1/6耶，有这么扯吗？异世界你不能这样算，你说撞我1/6好不好 ？OK， 好，乘1/6。OK， 没问题。啊，然后昨天测试过了，脚掉光的山羊还会继续撞，刚刚有测试一下。哎，当然有人记得去生羊。有啊，我有生。他那边爆仓了，他那一大堆待宰的。没错。我现在比较想看 Dinnerbo 冲出去，还是全部就叫 Dinnerbo。哎、哦，我觉得可以啊，难度太高了吧？我觉得可以啊，我觉得可以啊，我去弄。好啊，你去命名牌。我投我自己好了，我觉得我会被撞。拿64个命名牌，你去弄，我去弄，全部都是敌人蹦。太难了吧？我一定挡不住。我也应该会看不出来吧？欸、他在干嘛？没关系啊，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好笑哎，画面很好笑。你说反过来吗？对啊，全部反过来。那要放上面还是放下面啊？嗯，放下面，它只是贴图而已。你想干嘛？到我了吗？大家自己就看这几场了。真的吗？你买谁啊，福坚？我买自己啊，先翻12倍再说。Okay, 先从310翻成3900。没问题啊！啊，杰修也买我是不是？你怎么1000多在我身上？我这么欠壮？我也丢了1000在你身上。难怪我的赔率这么那个。那我赔率全场最好啊！来喝个奶。没有拉拉赔率场最好，大家都不相信会被连撞两次，等一下就撞到他了。哇！我直接命名了16个 Dinnerbo 哎、欸。对啊，你谁在喝水啊？我在喝鲜奶桶。哦。他们有奶可以喝啊！来来，倒下来，倒下来，倒下来。到底怎么看？他被撞一下会死吗？不会不会不会，很痒很痒，他撞人就只是好玩而已。好了，准备了，准备了，颠倒山羊啊，开！哎，看不到头哦。他到底有？回来啊，兄弟！回来，我要赢了！回来啊，回来！我昨天吃羊排，撞我，撞我！哎、欸，不会是我吧？欸、撞我，撞我！我昨天吃羊排，哎、欸，我的撞哎、欸！哎、欸，太撞了！是繁星！哎、欸，有哥哥被撞到吗？欸、龟龟，你有没有被撞到啦？沒我没撞到他有跳，可是没撞到我。哦、oh, ，那是我咯。哇！哎，这只没脚了，还要吗？这只没有脚了。哎、欸，推一下，推一下，推一下，往前推，往前推。没有脚换一只啊？
没有屌换一只。好了，完了。好，没有屌换一只。好啊。你怎么不救我？我剩十点了，我要扁他。不是要变3900吗？我扁他，他会撞我吗？我没有1000了。选择结果啊，怎么都是我那么多？哇！哪里要换羊了？第一间吗？第一只，对，他脚都没了。你换完之后跟我讲，我们把它变成颠倒。颠对。你这个破羊，你很丑，你的肉很难吃。你给我三神。我骂他，怎么给你？我拉仇恨。Q， 哎、欸，他出牌了。哎哎、欸欸，我把。好好好好好。门在你身上、啊，我把它牵回去，我把它牵回去。门在我身上。对啊，门在你身上啊。混蛋，丢给你。我把美脚牵回去。好。好。啊，你不要牵回去，要不要就放在这旁边，让它变成生产的工具。你要放栅栏吧。对，栅栏了，要拿来生产。一直动会取消撞人动作增角。对，就是不要动，都不要动。这样也太伤命名牌了吧？无所谓，不会啊，因为有村民啊，好玩就好，对，好玩就好。我刚是哪一间？这一间？没事，要不要再换一间？我们要换房间吗？换房间，只等下按了换人哦，等下拉了换人。不要，我要在第二，都要在第一间，还是一样、哦。第二间，好，我继续，哎、欸，开下去，开赌，开赌，开赌。开赌，开赌，开赌！哎、欸，反正你的台已经可以改名叫山羊娱乐城。什么东西？娱乐城。然后还有 TNT 娱乐城哎、欸。对啊，山羊娱乐城。好，等下再改。怎么办？你要赌谁？我赌我自己。我赌我娱乐城。我 all in 我自己。你 all in， 那你等下没点数。他刚是说你剩十块吗？十点。我偶尔十点，请加蛋台。那我只好再偶尔自己一次。电子安安，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玩贝贝赌博法，直到我们没有钱为止。没有，那应该一下就没有钱了，应该一下就没钱了。来吸仇恨。欸、为什么我这么多？为什么有人要我23000？你们疯了、喔！我压了自己1000，你不相信我了？我不没办法，但我还是相信我自己，他会撞我的。好了，就这么决定出发了。嗯，好，我在跑。好，给他跑。还有30秒，准备开钻。我现在可以理解竹马的心情了。我就说那只马。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你说可以去打德州扑克了。你赌福签了，没问题。我除了德州扑克还有什么可以玩吗？现在踩地雷。到底 YouTube 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功能抄过去？哪个？你说投票赌？忠诚点数哦，很难念。好喽，要按喽，准备喽，撞我、哦欸！来吧，就是我了吧？过来，抬头吧，看我，不要屁眼我，过来，哎、欸、哎，干、欸、嘛？这怎样？为什么我都看那里啊？为什么离我这么近还不撞我？不理我哎、欸！为什么都喜欢看外面啊？为什么离我这么近还不撞我？他是酸药吗？外面有什么东西这么好看？这条补方块挡起来吗？不要哦！为什么这么近还不撞我？为什么快撞我？撞我啦！为什么不撞我？拜托！哎呦，我走回去。你到底是三小？妈的，垃圾山羊，你妈给人操翻！福签已经 all in 了，他已经打了第二盘了。怎样？要撞不撞？废物！
欸，你看我的洋葱刚刚到现在从来没有中过，我也没有中过，他死掉了。哎呦，他活了！听到你开内麦，你开内麦吗？我的羊也不动啊，他死了。哎、欸，进、欸、进、啊、进！哎、欸、哎、欸啊，是我，是我。哦，等下你的羊怎么撞到这边来？不知道啊，而且我没有挡到。他低头你就可以挡了。我没有拴绳的，没关系，用推你从外面推进来，对对对对对，成功了。他这么说赌自己，他这么说赌自己十块完了。有啦，有赚啦。23000的。哎、欸，拉拉你你没了。对对对，你推一下。但刚赌阿进的猛哎、欸，20000的、欸，太猛了吧！看你们是、欸、不是他，看你们是山羊哦、喔，不是，这、欸、是山羊都撞都撞低配，没事没关进去。好，山羊都撞低配的、欸，是怎样？哦，有一只没中，真的跟赌马一样，是不是？啊，这福谦福谦推一下，还是你去帮福谦推一下，你去帮福谦推一下哦。都是赔率低的过哎、欸，写哈喽，真的、欸、给海啸。好了，收盘。哇，我又没钱了。完了，我赚十点的话赚几点？30块、啊。对耶。撞我，你都不撞我。我赚20块，我操！这玩到什么时候？这玩到什么时候？真的冷门就赢不了吗？一定是赔率低的赢吗？我不信。真的哎、欸，每次都是最多人还没他妈的赌博就是要赌赔率啊，不然怎么叫赌博啊？我要按到了，你看可不可以赌？可以可以。好，我跟你讲，还是我这次好赌，80块。哇，80块，好赌哦！你好有钱哦！哎、欸，原来好高，原来好，胡天最高胡天，哇！感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我要去压繁星了。我要等最后一秒，我受不了了。现在拉拉的赔率最好，他总十点了。为什么我变20000多？我下自己1000，怎么就两万？靠腰，我的赔率被破坏了，不。我要等到最后一秒。欸、如果这是现金的话，超好笑的。还是我必须说一下，我觉得酷冰它真的变很难喝。还是低赔会再赢一次，那该我赢了吧？你喝要再赢一次了吗？我喝那个芒果那个好难喝、喔。那我跟你说，牛奶也很难喝。那完蛋了，大师说王他还涨价。大师说王。我没有东西可以赌了，这是我最后的波纹。我也没钱了，我3000块全丢了。我在你身上丢了2000，没了。啊，我丢了3000呢，这么辛苦挂台挂来的，都还没换到巨尾。真的，我都还没换到。嗯、哦，我都还没换到巨尾。赌博坏东西。真的卖不掉。以后不要去澳门，不要去澳门。对，都骗钱的。好近哦。澳门离香港很近吗？很近，就在隔壁啊！你想怎样？你想怎样？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就在隔壁啊，他们是好邻居啊。坐船就可以去了。好了，那准备好你的方块喽。好，撞我！哎哎哎哎哎！谁、欸、是、欸欸、怎么？欸、要吓人哦！哎、欸，是张生！哎呦，有撞了，有撞了，有撞了！我吓了自己。对嘛，相信自己就好。那个七八屌音，嘟嘟哎，那个你们羊跑出来了。可是要换换的，这次重复的、欸。为什么我这只羊是死了？是不是啊？我可以扁羊吗？我可以扁羊吗？可以啊，不行啊。哎、欸，进去！操，我在你面前放烟火，废物！好了、哦，我预测的时间都比他冲彩时间还要久。我从剩下的1000变成8900。哎、欸，那你可以换巨尾了。你是大富翁！等一下，又把他打死了吗？没什么。
哎、欸，你去帮福谦弄一下那个。那个要换个角吗？昨天在打牌是不是？等等等等，差一点，差一点，我在挂天堂了。哎、欸，好好好好，等一下、喔。哎、哦、呦，烂呀！还我钱！还、欸，还你，等一下、喔。哎、欸，你送啊，滚回去，废物，垃圾又不会撞，跑开送阿小。顶到顶到。没有没有，这里这里还有一只，还有一只，再开再开，他跑出来。好，快快快快快！回去，不要再往外。你把你顶、啊、出来，顶出来。好，我觉得我这边应该再设个按钮的。好了好了，回去回去回去。好了好了。感觉要有第七方的人来帮忙帮忙按按钮。我们的辅助不在啊。哎，辅助呢？我都已经吃完了，刚好满哦。新的。有谁还没被撞啊？没点数啊！油耐好了，油耐好了，油耐好了！快点撞我！我一直输，我一直输钱在我身上。妈的，80块没了！我现在要赌60块哎！我剩5块了，我剩5步点数哎！妈的，五是怎样？妈的，五好可怜，五黄赌必输哎！完了，我的运气真的只在昨天。哎、欸，真的、哦！哎、欸，拉拉换指定句尾了。好哎，反正拉拉中跟我中一样的效果，碎啦！好可爱哦！哎、欸，众生点数不是可以给吗？可以哦，可以吗？可以吧，有的牌可以。我是怎么看有的地方他们可以给中产点？他们是另外一种功能嘛，把不把不。哦，原来是另外一种功能啦、啊，把不把不。哥哥敢不敢啊？敢不敢开放巨尾？抖内就加巨尾啊？白痴哦，不，才不会有人想要抖这个看巨尾，他们那边用换的就好了。那如果巨尾抖一些很。亚贝的东西怎么办？还是你要再玩一次30块的绿界念台词？不要。我有5步点数啦，稳的。好多、哦。跟你讲，不是很羞耻，就说很多人这样讲话很好笑哈。把不把不，而且你知道最过分是什么时候吗？最过分就是他耳杀要开始辩论的时候，我要兑换巨尾。哦，对耶！哎，我刚刚就在那把不把不，我刚刚就在引擎室看到福谦啊，所以应该是他、啊。对啊，是我就换那个耳杀了啦。对啊，是我就会说兑换巨尾是菜渣有没有？我刚刚是菜渣。把不把不，哎、欸，好了，开始喽！把不把不，啊，鹅杀几个人才可以玩啊？7个够了啦！好，完了啦，完了啦！抓我！怎么又是我、啊？怎么又是拉拉？把不把不，上号门有鬼，这只羊有鬼，这只羊怪怪的，他一直撞我哎、欸！我操！不要啊，把不把不，他等下换了、啊、把不把不，太快了，这是赛马，我这边还没进去。把不把不，这是的羊跑，这是的马跑不到半圈，他0.5秒就到了、欸，这怎样？这羊是不是死了？羊是不是怪怪的啊？把不不行了，不行了，我去拿命运武器了。好、哦，哎、欸，等一下，龟龟的跑出来了，我去拿命运武器了。来来来，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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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帮你控，我来帮你控。麻西，麻西，可以吗？我要用了。没有，我直接，你不要动，你不要动，我直接敲掉。对对对对对，啊，砍掉，把不把不。哎、欸，走错门，把不，我这一把没有办法赌了，我现在点数自己。没。好了，我拿出秘密武器了，我是一定会被撞。
我拿出这个还有脚吗？把布把布。拉拉那只。还有，因为拉拉没有挡，没有顶到。有顶一次吗？对，只有顶一次。可是他原本是独角兽，哎，是吗？哎、欸，对耶，他独角兽了，哎。那他。他没，他再带一次过来，他对他没了，把布把布。那有人要产软侠吗？我拿过来了。不要，这里是种猪啊，哈。对，种猪区。哎、欸，你舍不得哦？怎么回来了？把布把布。突然想撞我。要换一只羊了，这只没了。我好饿哦！为什么我最近每天晚上都这么饿啊？你别说了，我也好饿。那怎么办？喝水啊！哎、欸，我在放喽，把布把布。哎、欸，没有哎、欸，已经放过了，对不起，差点选择结果。我知道为什么菜头不在，他又出去玩了。我看到了，出去嗨了。投票不结束吗？我还没结束吗？为什么我没有看到投票？怎么样？还没结束吗？还没，还没，好像还没。好好好。先繁殖尖叫山羊嘛，有吧？有啊，山羊有繁殖啊。那生很多了，把布把布。哎呦，我没有点数，布布点数零的啦。哎，谁叫你又出现了十点了？我要先来预测。我这个是涌动的十元。那我怎么办？我没有步步点数了。我感受到，我感受到了。我就跟你讲，不可以玩完哦。你最多一定要剩个几块钱，让自己有的玩。啊，我刚刚剩五，怎么办？难道我要下一哦？剩五，好空呢。我们现在这个游戏就是谁先最先输光，就是最穷。他已经没了。我零步步点数哎，零哎，妈的，我都好赌吗？没有啊，我就。你可以用十小七田补不兔兔点数哎、欸、哦，有了有了，对，我就一千一千一千啊，啊把不把不，做人卖摊呐、啊，好，我怎么会连输三次？六分之一三次的几率已经有二分之一了、欸，还是我这改栅栏门呐、啊，这样子就是自己推进去打开关卡就好了。好像可以、啊，真的哎。好，那等下一轮。哎、欸，栅栏门他过得去吗？可以吧，因为他要换成倒过来的山羊。嗯，哦、啊、对、欸、对耶，他没改。我换。我用。倒过来山羊看起来比较好笑哈、啊。只剩十块了，没事，我一块都不剩了，破产了。好了，我跟你讲啦，虽然我没吓自己，但我就是把一定我被撞了。我拿产卵侠呢，拿了、喔。你去哪里拿产卵侠？去拿了、喔。我拿产卵侠出来啦，这把一定是我被撞。所以产卵侠到底是谁？我不知道啊，我觉得是菜头啊。好了。福建的装备都没有命名吧？没有啊，他不会，他也没附魔吧？有，他都是装备买来，就是商店买来。嗯。好了，三。二一，撞我！我是产卵侠，快点！繁星，还没，太近了，太近！我只听到弓箭的声音，哎、欸，太近了，太近了，太近了！嗯，不是，今天怎么了？啊啊啊！有了，没有，还没，假动作！我好害怕，太近了！产卵侠，快点，产卵侠！欸、可以、啊、撞我快点，我有产卵侠，是不是过期啊？我有产卵侠，快点，我有产卵侠，真的啦，快点！妈的，你妈跟僵尸猪人产卵！你看不用去拉了，为什么我的那么自闭啊？再回去了。哎、欸，你知道我的羊跟我对抗多久吗？他没有多久。过来。Hello， 真的会撞吗 ？Hello， 你羊过期了吧？哎哎哎哎，太
太近了吧，拉拉，撞我啦！他甚至走过来叫而已，他跑了，他过来跟我打招呼。啊！什么？哎、欸、哎、欸，撞了，撞了，撞了，又是。为什么又是拉拉？天哪！另外一只羊嘞！你是盔甲架吧？为什么？为什么？而且还是撞，而且那只羊超狂啊！它是撞，那不撞现在撞，你斜靠腰啊！乱羊！你游戏，我已经没有动了耶！而且他刚刚在我前面一格的时候撞我，是不能动啊！他在我前面一格的时候撞我、欸，哎妈！不是，我看拉拉的画面是什么，你知道吗？他是突然他回马枪，哇！马上回头撞、欸，哎，马上哎、欸，他不会让我看到哎、欸。对啊，我吓到、欸。不是已经换了一只了？怎么跟刚刚那个一样？妈的，我受不了了！天哪，拉拉你属羊吗？没有，你才是产卵侠，你给我拿着回羊枪。我不要。青蛙晚安。还是我们换，我们可以换，我们可以换这把可以换位置。BNP、哦，换位置好啊。换位置，换位置。反正拉拉是产卵侠，我不是。那我要去拉他的位置，我来感受一下这只有魔力的羊。现在一三很常开啦，那一三开最多是二开一次，四五六都没开，四五六都没开。你刚刚是一吗？我是一啊，他完全不撞啊，垃圾啊！他妈都被我骂，他妈都被我骂三轮了，还不撞我！来，新的赌盘，我们换位置哦。我零步步点数啊！有了有了，我现在有这一把有六十点。为什么？你刚中了、嗯？我要在哪里？哎、啊欸，大家怎么好毒我、哦？大家不要好毒我、哦！那我要去。我要去这里，我不告诉你我要赌哪，太危险。应该可以吧？走不了了，还是我要赌拉拉。也太扯了吧！我觉得可以试试看的，我觉得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推，可以推。等一下，他出门了，他没有，因为就是等一下就是那个门打开，就自己推进去，然后把门关起来。啊、哦，对，就不用再拉了，然后关门。这样去 ，OK 。所以我要自己做炸，哦，去里面自己拿。哦，我没有，我直接拿，我直接拿，这样就不用。哎、欸，我看到的是炸，我、哦、拿的是炸了。那我们今天有机会玩到那个什么鹅杀吗？要玩也可以啊。嗯。要问这里最不想玩鹅杀的人。谁啊？谁呀、啊？你啊你不玩你就是弹软侠、啊、没有那个我跟你前面要起耶你要把它推回去吗好练习一下你现在早起也没有很早啊你相信这赛道真的我也觉得这赛道有鬼回去啊废物妈的哎、欸、那是撞我的哎、欸、你怎么骂他你又没撞我烂他不要再往前了啦是怎样他在帮你树好爽啊有奶有奶有奶还有在开着还开着还开着你不要再往前了回去啦你洗脸烤我是怎样我这次也回不去了啦你推不了吗因为他一直往前走他刚才一直往前蹲下蹲下用蹲下的推啊谁打我啊怎么有三叉戟打我啊回归啊！回归啊！啊，没有啊，我那带三叉戟。啊？哎、欸、干，那怎么可能？刚刚就你手上有拿龟龟啊？没有啊，我没有，我拿水桶呢。我知道，我知道，我们先把这个拆了，然后让他进去再出来。没有，他是怪怪的哦，这只怪怪的哦，这只以为他被抓去杀啦，这只。这只有毛病的、欸。真的有毛病！不要再这样了。拿绳子，拿绳子，绳子，优奈，绳子借一下。好、哦，我来了。这是有病哦、喔！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这只怪怪的哦、喔。他很黏人呢、欸。好，
颜色不对。但这个僵尸是会走位耶。好了好了。啊，风吹。好的，哎、欸，没见，没见。好了。好了，我要去开门。要投我啊！哦，感谢月灵赠送给马同学。我拉就好了，好对不对？好，对对对，二一拉。哎，痒痒。随便啦、啊，你爱撞不撞啦、啊。好啊，你现在就开始跟我装死啊！就站在那里啊，随便你啊，随便你啊，随便你啊。你就继续这样没有关系、啊。阿庆，你这是死掉了、欸、我已经在想要吃什么了。我不想管这个烂山羊，我都没东西赌了，我吐了。你知道最痛苦是什么？你没东西赌的时候。对啊，所以我只能看宵夜吃什么。哎、欸，阿庆，我说了、欸，快拉快拉拉起来。我没有挡到，我是大便。奇怪，为什么你这只就那么怪啊？我帮你按，好了。嗯，我的山羊坏了，要求换一只。我的也坏了，换换一间。死了没两样。为什么我一直？为什么？好啦，改完 TNT 啦。天梯就不要我们被阳气死了。我去想一下哦，材料。现在在干嘛？现在在堵山羊。那我可以扁他了吗？不玩了，对不对？不可以。他还有脚，你等他脚撞完再杀。我扁了，哈哈。啊哈！原来跟福谦，我也在想，妈的，玩的整把他妈没被撞过。对呀、啊，整把他妈没被撞过，什么意思？真的。火灾、火毒、空气、汽水、TNT，TNT，TNT， 没错，等一下玩到 TNT 哦。脚。红石砖 ，OK。他这边是小酸鸭在这里。TNT 怎么？等一下示范一下。哎，来一样山羊这边，等我一下，我布置一下。傻逼山羊。嗯，山羊好可爱，我的山羊长个小羊倒过来，哎，长大了吗？是吗？不是这个。阿弟，你还有低能泵吗？没有了，我去弄个低能泵。哦，一个小时零七分，大家再开一点点就可以算两天了，明天就不用开了。真的吗？对啊，我上次过，我上次跨日他直接算三天呢。翻转小羊吗？没错，没关系啊，他就不撞我啊，我就把他一只只全部全家都翻过来，妈的！等一下我看一下我宝可梦是几点睡觉，今天跳过，等我一下。欸，我觉得他那个睡觉时间真的是可以提前睡，对不对？可以提前睡，可是他就是你那天如果在哪天，他好像换日就是你睡的那个时间，隔天的那个时间。反正我现在在讲这游戏，请你规律。对，不要太想着玩它。好了，我把小羊翻转了，翻转小羊。就是假设你今天。
原本你都设三点睡，啊，你今天突然五点才睡，啊，你隔天的刷新时间好像就是五点。真的啊？嗯。好烂啊。因为我那时候有，我有一次就这样子，我原本设两点睡，然后有一天不然五点才睡。啊，没有，有一天我还是他的夸这就是算五点。没有，不是，因为那时候我原本睡两点，然后五点多才睡，然后我那个隔天后来又再过了一天之后，我四点想睡的时候，他跟我说还没到一天。哦，我知道，我有一次是这样。对，谁射我？而且是着火的箭，拿酸呀？是你？是可莉玩家。来，刚刚羊肉边来介绍一下我们等下玩的东西。那个开始电脑睡有声音，所以讲我也都开始电脑睡了。可是我这几天都被更新搞了。你有？你怎么还有？你昨天给我的。你就留到现在哦！天哪、啊！没错。福建你在干嘛？福建来，等一下用得到这个。用的阿静的。我有。你还有？好，那你的好。我红石大户哎。为什么只有六个而已？一个就好了。这就好了吗？对。那待会呢，就是我们要在这个红石砖下面放一个红石粉。来，拉拉，你先放下去。对，有没有红石砖会碰到 TNT， 要碰不碰的？那你这时候打掉红石粉。对，它有可能会 TNT 跟红石粉会粘在一起，还、啊、有可能。就抽奖。对，就抽奖。谁让 TNT 爆啊？谁就是那个。得主，好不好？这就是水鬼，这就是水鬼。啊，这个会炸死吗？不会炸啊，这个只会炸地形啊。啊，等一下我会倒水啊。或者是你可以考虑在那里被炸啊，或者是可以考虑把人家弄过去被炸。得是水鬼，摔鬼点数。你可以看现在啊，我跟你讲，你的眼睛够快，说不定你可以操盘呢、啊。对啊，我可以。明明拜拜，月灵拜拜。哦，月灵拜拜，这个很好玩，这是好玩的。我昨天也是在玩这个，玩超久的。强者就是可以看到那一瞬间。好，真的吗？你有办法是不是？你要试试看，你要不要试试看，先玩到爆炸啊？啊，一次就好了，不用，等一下不用，真的假的？不用练习，一次就可以了。你要豪赌身家在自己身上吗？哦，豪赌二十点在我身上，这是我全部的家产。不会在乎你，不，是。是方块，其他方块被炸掉，跟地形没差，然后还是会倒水，倒水这个会被冲掉，这个北气会被冲掉，所以等一下赶快吸掉、這個。零步步点数，我零步步点数，啊步步，你看这就是没有钱的人去赌场啊，现在想办法在地上捡十块、啊，没有钱的人去赌场。没钱了还至少可以吃东西啊！我没有，没钱可以在旁边喝免费的汽水。没有，昨天中继器被炸掉，是因为倒水下去之后，那个中继器被冲掉，对，所以要赶快过去吸。我就下面放漏斗，放个那个漏斗矿车在下面，然后这样吸。不，你叫屁哦！他就想要步步一下啊，不行啊！哎、欸，我的红石粉被吸走了，不还我步步！干嘛啦？你找红石大户啊，他不一大堆。我一堆啊！漏斗矿车漏斗，牛奶在干嘛？我在跑来跑去。你如果要跑来跑去，不如来帮我填土。你要他填土哦，填。你很难沟通欸，宇智波填土。他现在想杀人。哦，对，我现在真的想杀人。为什么？因为我零步步点数啊。他现在就是一只不快乐的毒马。对，聊天是打字。还要矿车欸，呼呼馒头。步步。好了，跟我说，我就是，刚不准飞走了，谁？晕兔优奈，晕兔，
晕吐到哪里去了？在那个苦力化塔旁边有一个装置是什么？什么装置？有半线钩的东西啊，就是那个啊，复制线的啊，但是失败了、啊。抓神塔吧，那个他只能说，对吧、啊？但抓不了。哦，感谢哇，感谢夏马克送我一个步步订阅。敢这样会有吗？说订阅会有吗？不会吧？不会。对啊。可订阅者那有订阅者的会累积比较快。哦，对啊。是啦。啊，那我那、啊、算了。那我怎样？你怎样？我也想累积快一点。Yeah, 好哎、欸，我现在是步步大户了，我还是零。快啊，步步点数快一点也好，拜托，紧扣。不行，我们要开始了，我要开始了，预测已经结束了。步步点数快，那、欸、没关系，那这样下一把一定有我的份了。嗯。哎呦。你要确定哎、欸。应该有。想要福香当地方，对不对？放在哪里？放在这格吗？红石下面。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再放个东西就好了。干嘛？炸了！哦，不是说等我。啊、你想等，你想等你的那一瞬间。所以，所以刚刚是正常流程爆吗？没有，不是不正常，他是直接被推到然后爆了。啊？刚是直接触发。对。他直接轰死。放上去直接爆、哦。对。没有，不是放上去直接爆，他有。他被 push 了一下就直接爆了。没有，他动了很多下啊。没有，不是啊，可是他的那个 TNT 在第一下被撞到的时候就已经滋滋了，不是吗？对。啊？可恶，没看到。就他刚是被动能触发，就是 push 然后就。哦。哎、因为中继器还没放。对啊，因为我还没好。刚谁说先放的？骗我的，谁骗我说可以先开始了？谁？哎、欸，不是我射的，福谦射的，我看到了。什么东西？是我吗？什么东西？是我说的吗？是我。我说福谦当地棒啊！我说福谦当地棒啊！我哪有王八？但是如果是我的话，那我很抱歉。各位，等一下哦。我缺个方块，你帮我放这里。哪里？这里。不是不是，都没事啊、哦。对，然后等我一下。啊，还是我是拿活塞，不是粘性活塞。我刚好是拿活塞。要活？你刚好像是活塞吧？哦，那我的错。哎、欸，可是哎、欸，不对啊。可是可是刚刚玩的时候好像，刚不是粘性活塞吗？是粘性是粘性吧？是粘性啊。不知道。没事。反正是，哎、欸，是哪个王八蛋？对，我刚是拿你，不是我啊，是福谦是不是？对他最坏，他乱下是你。你怎么觉得刚刚那个距离我射得到？他真的射到了。所以刚刚在我们两个中间，你觉得谁比较有机会？因为你一直不讲话，你蛮可疑的。哈哈哈哈哈！哦，尤奈会玩鹅杀了，不讲话，聪明哦，你都不讲话哦，是不是你抓到、欸？那个昨天我跟我们实验室的人玩那个阿瓦隆，我就弄了一个很奇怪的那个一整个逻辑线，然后没有人知道我在干嘛。只有我知道，然后我就赢了，大家都被骗了，好玩。有谁需要中继器？反正鹅杀先宰。我没有。反正鹅杀免费，他好像免费、啊。他免费啊？真的、哦？我先宰。他免费啊，所以才会有人玩啊。他叫什么名字？Oh, 祝你生日快乐！虽然过了16分钟，我靠！我明明就上面有贴过游戏分享，你在那边跟我说这是什么？他不想理你多久了？好吧。对啊。好了，来吧，刚刚谁开始？叫什么 ？Duck，Goose Duck。
对，福谦，请开始你的表演。然后再把它打掉，是不是？对。要他的机制是什么？啊，没有，反正你先打掉。我中了、欸，然后我就跟你说吧，中了，牛逼、啊，牛啊，实力啊，牛啊，一下都过。那个原理就是要知道那个什么时间点按下去，哎，你放才可以、欸、在下面吗？我吸到，我们吸到、欸，哎，真强，那个又倒了，嗯，真的好耗、喔。好耗这个、喔，吸得到吗？等一下哦、喔，那种晃车不会动，吸得到吗？嗯，可以啊。等一下，为什么？究竟是为生日蛋糕？生日蛋糕在哪里啊？那、啊、为什么？蛋糕在哪？什么蛋糕？生日，送他一个生日蛋糕。为什么蛋糕可以吃？没有，是图的蛋糕，谁射我？我看到有人为了买宝可梦卡打架、欸，我看到，好好笑啊！谁？福谦选择结果，好不习惯推特叫做那个哦、喔、，X、啊、对啊，好不习惯哦，看到 X 会很想把它关掉。直接从60点翻，一轮下来多人爆炸。什么叫多人爆炸？20点赌到了137点。我就是，比如说顺序是浮潜。哦，我们就 tab 顺序啊。那再就是换拉拉嘛，我们就 tab 顺序嘛。浮潜完换拉拉。我赌我自己，我相信我可以把自己搞爆。那你们知道我现在零步步点？你又零了，你又零、没有，我还没有进账，我还没有进账。哦，他说你还没进账，什么意思？列车将进站。吃了三个生日蛋糕，听起来你蛮会吃的嘛。好想吃蛋糕。所以接下来玩的顺序是谁？换拉拉，换拉拉，拉拉。我等一下去吃宵夜，我不管。拉去吧。还没，你可以练习好不好？大家可以还没玩过的可以练习玩。我已经掌握到游戏的精髓了。你看这样就不会啊，这样的话就不会嘛。这个要敲掉。怎么有点奇怪？没有，这练习啊，这。哦。靠赛靠赛。没那么简单呢、欸。来，福谦示范。反正就是要让，所以它的原理是什么？要让这个红石砖碰到这个 TNT。哦，对，它总共大概是几帧啊？我不知道、哦。先爆的先哦，好、啊，那等一下浮，那、啊、如果又是浮潜的话嘞？如果这个游戏只有浮潜在玩怎么办？那我们就玩三次就可以换游戏，大家的点数玩鹅鸭杀了啊！上次没有是不是？上没有，上没有。可是他好像刚刚这样就有哎、欸，没有，他刚刚有粘到一半。哦，这么会算？那你这个要敲掉，然后放过去。再次，好了，可以正式开始咯。好，你再试一次。好。我掉下来了。你要怎么上去？有人掉水里啦！你补回去哦，不然等下水填不到啊。假。TNT， 我还没赌，没了，来不及了，没了。来吧，福谦你先吧。哎、欸，又我先啊？他们说抱着先啊。你干嘛？王八蛋！啊，那我再成功一次，不就无尽的轮回了吗？对啊，那就压你就好啦。哎、欸，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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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去吸你的红石粉。好，他就叫他去吸粉哦、喔，拉拉，你叫他去吸粉。好拿到，好拿到，要打掉吗？对，要打掉。哦、oh! 欸，那你看上就有啊，上就有啊，他不用摸到啊。那为什么刚刚你那个没有？不用摸到，啊、你看他这个位置，
不用摸到就有啊。可是你刚刚不是也是有粘到下面？因为它的那个顺序上来说的话，它碰到的那一瞬间就会是这个。来，不然来练习嘛。我哦，有人没睡觉，一定不是我啊？是我吗？好，是我干老师，一定不是我，全部都咬你。啦啦啊！你们自己想哦，顺序是拉拉在，是我在优奈这样子的哦。我也有哎、欸。看吧，我都、我玩宝可梦睡，我是乖小孩。哪里有床？那你过来躺，过来躺一下就好了。对对对，随便找一个。我今天一次都没中过。你昨天尿掉了啦。真的，我尿掉了，应该憋到现在的。干，就你啊？拿三叉戟就只有你会拿好吗？哎，谁说的？躺一下就好了，不用睡了，躺一下就好。好了，我们无损红石中继器了。他那今天又被撞又被炸的，你是怎样？我欠揍啊！你欠炸了，你要当老八？他当老八？真的？真的？下一个是谁先？拉拉。拉完换我，哎，开始预测，注意哦，预测喽，剩50块了，怎么玩？哦，你还有的玩，我10块，我10000呢、欸？啊，我在那里飞日怎么会一直甩啊？是在靠腰。要把 TNT 放里面好了，你们想玩就玩。下一个赔率最好的，我选为你赌。可是如果真的能够操盘的话，这个游戏会是同一个人狂赢猛赢一直赢。我没有。还是你要再相信拉拉会？不好意思，我觉得他可能不会操盘，但是他蛮衰的。我都超卡的，我都随便按。超卡，操！你要不要练习看看？你现在给你玩一下。我们先不赌，但让你玩。对对对对对，你试试看。对啊。没有啊。然后、哦、来再一次。现在没有，等一下就会有了。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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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看到了哦。运气又完了。不会炸了，不会炸了。我预测完了，我预测完了 ，Let's go！ 还没结束哎、欸，还没。好，我的预测结束。皮卡皮卡丘，我来示范真正的技术。来，是你是你是。哎、欸，酷我老哥真正的技术，酷冰侠叔叔。看到炸鸡好饿，操！不要讲，我不能吃炸的。我好想吃炸鸡，这时间有什么炸鸡可以吃？闭嘴！没步步点数的闭嘴。有瘦老爹可以吃。瘦老爹，我不要。欸，我们这边六个人对不对？鹅鸭杀他有推一个模式，他就是那个团战，可以2打2打2或3打3。对哦。好，完了完了，肯定完。为什么不能吃炸的？我只要吃炸的都会长痘痘啊。我也会长痘痘，但我管他，我照吃啊！不行，我不想要没门面。快、欸、结束了、哦，好，开始拉拉来，有我，你先 啊，你刚炸 ，OK， 来啦，3、2、1，哎、欸，哇，好换我了，换我了，换我了，各位，烤腰吓死了，爆！哎、欸，好好，换我，对吗？没事，搞不好过了一轮，他又是拉拉。哎、欸，你在说什么呢？好，阿静，说啦，你们俩是龟马，龟马 ，APEC 大师来操盘他，别跳过他，我这个动态视力跟鬼一样啊！
你老了，你老了，你没中就要服老，你没中就要服老，没中就删游戏哦，好不好？真的。好，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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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我就这样子。他就说这个很判定很奇怪啊，看脸呐。可以删的。OK， 垃圾游戏删。没事，搞不好一轮都还没炸嘛。那我不是想爆的。没有啊，没有。补圈，补圈，准备好了。11.23，11.23的赔率。哇，心跳好快哦，心跳好快哦！打啦，可以了，好了，这个没有眼力，但是很衰的，应该会爆吧？有吗？没有敲。你看我！怎样啊？怎么又是你呀、啊？你看，我就说是不是杰修，对不对？你就说又是我，我没有赌自己了。看到没有？吴海明灯，太神了！我说衰鬼，可是你赔率很高哎、欸，你很低哎、欸，跟着我下，肯定不会输的啦！啦啦，今日的盔甲架，以后叫你盔甲架了。今日盔甲架，看被羊撞的炸也是你，怎么都是你？我还老八，你是老八，我的天！优奈你在干嘛？冰兔优奈你在干嘛？没有啊。累了是不是？还是想鹅鸭杀了 啊？肯定是想鹅鸭杀，对不对？怎么会这么想呢？哎、欸，就是你，是你吧？你一直在那边。像这个人家弓一直举着。对，火焰剑不要射到我等一下我要去尿尿，你火焰剑不要射到 TNT 哦。我尿尿。天梯射了就会炸了。火焰剑死碰到会。哎、欸，我继续开，我去尿尿。我没有火焰。好，最后一轮，最后一轮。好，最后一轮。我就说吧，就说、啊、尿尿，拉拉肯定会爆炸。我吐了。是不是杰修？欠你的 EV 都在这了。你赌福签啊？龟龟，水桶准备好。来、嗯，准备谁？准备水桶准备好，要爆了。是吗？等一下，我先赌一下。你水桶去哪了？我跟你们讲，拉拉的运气是很极端的。哎、欸，龟龟，你水桶拿好了，要爆了。放准哦。他好的时候很好，不好的时候很不好，会有中间值。水，哎、欸，我的水不见了。不要啊！我的水怎么不见了？太雷！不是我的水不，我的水到处就不见了。你看是空变空桶了，你看。可是我看到上面有眼，我也看到是水桶哎、欸。哎、欸，我怎么又变水桶了？猫呗。这是麻辣哎、欸。不是，等一下。你在做效果？在干嘛？他把他毁了。我叫龟龟拿着水桶，我准备要让他炸了，然后我真的让他炸了，但是他的水桶拿在手上跟我说他是空桶，然后他丢出来、欸，我看明就是他水桶。我刚刚真的有倒下去，我刚真的有倒下去。我们没有在玩鹅杀，你在干嘛？倒水就少了吧。你们要想哎、欸，我有在开台，我有记录档，我刚真的倒下去了、欸。真是可悲，我们都已经成功让他爆炸了。那个早早通知好，叫他拿着灭火器在旁边人。完全没有任何错。我刚刚真的有倒了，他水不知道什么没流出来，然后我手上桶子是空的，然后我丢到地上捡起来，水又有了。OK， 我是魔术师。对，你是魔术师。老师只是去尿尿，怎么回来变这样？我就跟你说会爆了，你就不相信。我没有不相信，干，我真的有倒，操你妈，真的有爆干。不是，我他妈的真的。把 VOD clip 出来啊！我这好啊，叫观众 clip 出来看一下，到底是不是可以吗 ？YouTube 可以那个吗？可以剪那一段嗎？有那个啊，时间轴可以用，可以拉回去看啊。对啊，我看一下在几分几秒，我看一下。哎、欸，在这个我不知道放这个方向是对的还是错的，要面对的，对，有啦，真的有啦，你哎、欸，你这边补一下。这个补一下，吐吗？对，这几分几秒啊？
个煎料。怎么看啊？哦，还好，我刚刚没有贴很近，哎，会死，哎、欸。我刚刚画面会不会很好笑啊？就是人整个是目睹的这个画面，实验室爆炸。我目睹他丢出来的水是有蓝色的。刚刚他真的有到啊！他丢了他手上的那个，他说是疯狂的东西。然后我们所有人盯着他在地板上。你们现在开始看，你们拉往回拉两，往回拉两分二十秒。你们往回拉两分二十秒，真的有啦！你贴在哪边？你哇，还不能贴是不是？还不能贴、啊，你们往回拉两分二十秒，现在应该变两分三十秒，真的有，真的有。你的台哦，等我一下哦。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全世界都看着你的水桶，感觉真的有道没？我在看的，我在看的。我等一下，等一下还你清白，还你清白。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等我一下哦。哎、真的呀！也是疯狂，可是你丢出来是疯狂。我操！是你自己的，你自己的视角，你丢出来水桶，你捡回自己的还是水桶？我他妈！我要上靠边，我手上的是空的啊！怎么丢出来变水桶了？是吗？不见了。然后我说，你知道那时候我按右键倒不出来，我说干，我按右键倒不出来，那就是空桶了吧？结果丢出去又变水桶了，傻小。你看，不见了。好笑。直接超级背锅哎！我傻笑，这样子还我清白了吧？看他不见，然后我想，哎、欸，空桶，我还有按右，我还狂按右键的，想说干怎么倒不出来，然后丢出去就变水桶了。我的菜刀不在啊！开台耶！我真的超你妈的！还好你是有开台耶！你效果做的很自然。我没有做效果，我跟你讲，我真的有到。哎、欸，乖乖，我跟你讲啊。要怎么倒？要怎么倒？我教你啊！点燃之后，你其实要，它粘性活塞不是往上吗？然后你这时候要跳起来，对着粘性活塞这个史莱姆地方倒水。对，我刚刚就是对着那个史莱姆地方倒。你是对着 PNT 倒，不是？你要对着这个倒，要跳起来。哦、真的假的？我对那个绿绿的那个边角倒也不行。不行。我觉得很好笑啊，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人伤亡，好不好？妈的，烂油烂水桶，来吧，来啦来吧，这什么烂桶、okay. 啊？不愧是蔡家乐福，我开啦，好好来，哎、欸，等，天天，嗯、等一下，天天，我看到天梯突然凭空消失吗？对，然后突然不见了、欸，完了，靠腰啊，不是，鬼故事。鬼故事，闹鬼，这闹鬼，有鬼，下线，不是我天梯不见了，点燃天梯不能点，可是会放不出水，可是我刚刚手上的水桶变空的啦，捡不回去了，啊天梯嘞，不见了，不见了，有鬼。我跟你讲，怎么了？这个伺服器的主人在搞，他偷搞。他人不在，但是他在搞。重点是我的，就算如果我不能倒水上去好了，可是我的水没去变空桶，被吃掉了。丢到地上，捡回来。对，这个又有了，这个有神秘力量。这个、对，拿来吧。OK。其实还没放，可是我们刚刚看到都有哎、欸。好啊，我刚刚有看到。没事。好哎、欸。啊，谁不见了？阿米。我再重连回去，我被伺服器逐出。我跟你讲，一定是菜头在搞。啊！你怎么又被射了？你是哪个王八蛋？我没看到，看先看一下开台有没有拉回放，看一下。就浮铅啊，最坏的那一个。欸、我手上钻石刀不见了。你是皮皮耶、欸？有，我看你还拿在手上吗？你重开。我自己手上没有哎、欸。我看今天这个伺服器怪怪的、喔、啊。浮铅，你手上的刀是不是有燃烧？我开分享给你。没有，我没有燃烧。你重开游戏啊？你重进来就看到你有。
啊，我再倒一次水，水还会不见吗？你看，我连那个格子里面都没有哎、欸。那你 Q 出来看看。啊、哦，好屌。完全没有啊！你看，我连丢不出来，丢不出来。啊！绑定诅咒。丢了丢了丢了。薛丁格的剑。这啊？这什么？这个伺服器是不是不能玩了？召回伺服器，鬼门开了吗？鬼门开了。还有那个、欸，我觉得不行，我觉得不行。贫这里不干净，场子不干净，场子不干净，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走了，走了，走了，下线，下线，场子不干净了、啊。哎、欸，不能啊，这个玩完了、啊，先玩完了、啊。我们叠线玩到一半，你还跑？不能停的、欸，不能停的、欸，快点、啊！停不下来，停不下来，拉拉来。他不是玩过吗？拉刚是啊，对啊，对呢。换你啊，换你啊！哇，撑！换有没换我、欸？对不起，是我说的。哎，是我啦！我啦，我啦，我啦！怎么可能是换我啦？对不起啦，我闹鬼。哦，没事，下一个换。好啦 ，iPad 之神再度降临。好了啦，这是看水鬼的，什么 iPad？很有趣了啦！FPS 之神，你讲那这样子，完美回归。我先换你了。啊！打炸了！哎，轻轻松松啊！还是你带我好了。是你太忙，轻松松啦，什么东西？我自己都没投我自己，但是我怎么这么强啊？哎，看我以后都不投龟龟了，那都不会炸。我怎么那么强啊？啊，先放这边吧。要删游戏了，都是你的关系全部都忘了。这个是技术的展现呐、啊。三麦快不了，三麦快不了。这个成功率 哦。啊，这样子，跟鬼一样。怎么不投优奈？不是优奈的错，是他们太强了。对，没有。我很抱歉，没有优奈是运气好的，所以他没有中。对，他没被顶，没被撞，没被炸，是好的，是幸运的。真的哎，这是测衰鬼的，所以他不行了。真的，赌了留着让你瞄比较好。这个观众说的很有道理。棒哥哥，你现在去抽一抽闪避看看。哇，我已经抽光了，我没了。忍着结果。现在除一下。还要再除，很贵耶！你现在那么不衰，不行啦，很贵耶，不行，贵松松。那场地超贵的，我等下除了我没中，我就会上头，我就把它保底保出来。很帅，他的音乐超帅。啊，好笑，不是龟龟那一段太好笑了。走到看完再去尿了。吹龙在旁边。好啊，那我想要放哎、欸，我想要放哎、欸，我不要再倒水了，我想要让它炸掉，我还没有。你就是你一样，你可以用那个啊，你就要打掉的时候再拿水桶啊，反正是敲掉嘛，懂意思吗？哦、那我去找 TNT， 我有啊，箱子都有放啊，我操你的，实验室都有、啊，好欸，放好了，准备好了，不要全部拿出来，危险。放好了，放好了，放红石北京。你是想，你是想炸掉是不是？来喽！要拿水桶哦。对，你不要手上拿火把，等一下万一插火把怎么办？哦，你好烂哦！哦，你干嘛啦？玩游戏了。我想打掉 TNT， 我会让你看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技术啊。哈哈哈！我要玩啊！哦，水没了，水没了！真正的水鬼！哦，这么痛啊！等一下，我快死了！真太近！赶快吃肉，赶快吃肉！我吐了！哎、欸，龟龟，我填土填得很辛苦，你冲他笑！你干嘛、啊？那游戏而已。我要去抽场地了。谁？这烦。什么？没有，我没有。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我在弄东西嘿、欸。我刚才
切视窗，不是我。那个王八蛋。我有直播记录，现在都要开台自保哎、欸。对啊，现在开台都要自保哎、欸。自保哎、欸，就是要开台自保哎、欸。好，所以我们要换吗？修了吗？麦块的环节修了吗？修了吗？修了。我不会吸引。哦，有啊，奇怪，那怎么刚刚没有吸进去？是谁啊？我怎么跑这么快啊？一定不是我。我记得手上拿那个箭矢的好像是拉拉呢。啊？我没有啊。是吗？不会，拉拉才不会做这种事情。我没有代工啊。怎么又受伤了？东西。完了，我没有开台自保。干嘛？为什么要打我？为什么扁我？为什么扁我？我手是空的、欸。我手是空的哎、欸，面包战争吗？我看你刚拿面包不是吗？你知道面包战争吗？哎、欸，我刚拿的是猪排，尊重，把我的猪排讲成面包，你很失礼。猪排好像比面包还要长哎、欸，怎么你摸到我摸不到你啊？好啊，对呀、啊。我看一下我这边几小时了，好，一个小时四十分了，今天到这边了，我这边到这边了，今天不用开了、啊、晚安，好，开完嘛，什么开完，开完什么，还有两个小时啊，哇，这两个小时好像也是可以再顶一下，对啊，没差，反正我们家还不是继续玩，丢奈，你明天要回家的人，你觉得怎么样，你累累的吗，我可以，你们可以再玩啊，我可以先休啊，欸、有也是在旁边滑手机，你有没有要睡觉？你干嘛讲出来？我卡住了。哎、欸，我这里没放什么？是谁的烂家？我卡住了，傻小。你怎么可以说他家是烂家？谁？哪里？谁的家？你出去了、啊。他卡在你家的窗户了。在哪里？看一下哦。看在哪里啊？谁家的窗户有奶？粉红色的，粉红色，粉红色的，粉红色的，看到了，有小偷，很烂呢、欸。不是，我就在飞，然后飞进来就出不去了。我想说，哎、欸，干这里有洞可以钻嘞，你坐我就钻进来，然后钻进来就出不去了。有奶，你坐的是蟑螂屋是不是？抓到蟑螂，没有。为什么会出不来？真是这样？不是因为我又飞了进来，我飞只有半格，我真是吐了，好可怜哦！哎、啊，你住那边啊？真的是吐了，这是陷阱哦！你住那边啊？哎、欸，我插进来啊！你会出不去哦？我出得来、啊？怎么可能？你比我还？上去打他，上去打他！我是强力五下去一箭就会走、哦，我怎么可以出去啊？哎呦，哈哈，笑！是怎样？我要把玻璃挖破！我操！哎呦，我明明就看到了，这到底是怎样？那颗是什么？哪一颗？元素啊？哦，这个是灌木，你都要撒骨粉会变成大树。以前会长，他以前就长这样吗？对，你把自己卡得更死了啦。它是 1.18 星的东西。为什么你出不来啦？为什么啊？完了完了，又多一只。你出来了。我也卡住。怎么会啊？原来你讲的是实话，我以为你讲谎话哎、欸。这什么烂蟑螂屋？谁的烂家？我会气死！哎、欸，没有放这个了，哪来的王八蛋？哎、欸，一公一母的蟑螂，给他们繁殖吧。你看我出来，你看我出来，为什么他们可以出來？看你是最不该出来的，你是方块战争。哎、欸，你们把田踩坏了啦！哎呦，到底哎、欸，白叔，你也被困住了。
他说的是实话，我真的不去。蹲没办法蹲下，蹲不了，去不当然不了啦。穿大卫，真的不行哎、欸！啊，我知道为什么啦，前面这个那个啦，栅栏呐。这里是蟑螂屋是不是啊？没有，下面栅栏 1.5 格嘛，啊，上面又有一个搬那个。你跑那么快。为什么我跑那么快？因为有人拿箭射我、啊，你懂吗？我不行了。你要不要救他们啊？那是你家哎、欸，我怎么救他们？你进来，你试试看。我也出不去。太挤了，我挤不进去。我看来只好送他们一程了。我抓到了三个人，太棒了！四个，那我们送他们一程。你拿弓出来，我们送他一程。我没有，我那个啦，我在失宠。他们出不来，只好把他们。我们一定可以，我们一定可以。你们可以吗？这是逃脱。以后让你上去放一个 TNT 在他们旁边。哎，我出来了。行，我房子毁了。我出来了，这样就好，这样就好了，这样好了。啊！我怎么还送不来？你看我聪明吧？我好聪明啊！我怎么还送不来？因为我们没玩 A 配。为什么你出不来？这个人是不是怪怪的啊？这个人是有病。你怎么出不来、啊？你就坐在那边吧。白痴哦！哎，搞屁事啊！放他进来陪你一下，不行、啊，你怎么出来的？刚突然就挤出来了。没有，刚是开头上的压那个、啊、地板门啊，然后就挤出来了。那、啊、为什么不行？你可以啊，你刚刚其实有上下、啊、上下动啊，你贴着外面，对对对，爬出来，爬出来。再开！蟑螂屋操，这是密室逃脱啊！不是我被打，看错了。哎、欸，又不是我，你自己要进去的。我刚刚以为你在唬，你知道吗？我想说怎么可能出不来？没有，没有，出不来。没有，是阿静进去卡住之后才啊，拉拉进去卡住我才相信的、啊哦。你看，我就说他半夜又要出门了。好啊，好啊，又减一啦。那这样鹅鸭没办法玩了、欸，没啦。我说团战的部分没办法玩了、欸，五个人，二四六，四个人，四个人玩个屁哦、喔！对啊，玩毛啊！猫啊！等打雷啦，把一只蘑菇牛变成棕色的吧。下次打雷的话。龟龟，我们的那只嘞，用来炸的还在吗？拿来炸的。浮潜就这样子，没有下线，然后呢？搞他，他无法死掉吗？然后他就出门了。我觉得他应该是玩到忘记时间，然后一直被骂。我不是下雨了，该不会打雷了吧？而且还在。我嘴巴那么贱吗？还在，他还在哎。拿来炸的，我们的拿来炸的。哎、欸，我还没炸过那个啦，僵尸啊不，朱布林的头啊，那个好难炸哦。不会啦，其实很简单欸，是要人去地狱接应而已。可是他出来不是一下子就会变成那个了吗？没有嘛，我们要把苦力怕引到地狱，不是把朱布林引到外面，哦、然后再拿那个打火机直接点燃他，点的瞬间拿盾牌。我这伺服器只有第二天拿完盾牌就没再拿嘞，没有，我的装备喷光之后就没再拿盾牌了。啊！所以我们现在什么都玩不了啦。是啊，打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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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分钟，打雷了吗？八分钟，我看到打雷吧。真假？真假？我实验一下。没有，没有吗？可恶！怎么会这样？修一下装备好了。好的。哦，金星哦，星星还没打，等一下陪我打是不是？那个宝可梦啊，你们等一下休息，我去打。
打一下。那个、啊、不是说戴威赫有队友戴威赫就很好很好过了吗？什么东西 ？NPC 戴威赫啊？对啊。宝可梦。珠子。哦。哎，我跟你讲，你麦快玩宝可梦，我也陪你玩好不好？想玩啊，不然麦快感觉没东西玩。对啊。我们在那干嘛？考四川？没有吧？他们谁嘞？肯定没有。那哪种都是洗衣机的味道，你是洗衣机？剩几分钟，不然来神界启动吧。那我先睡，拜拜。哎、你怎么可以哇脱离战场？麦麦，拜拜。可以逃脱，还有十二分钟哎，优奈。紧急脱离。你们可以的。不，完了，完了。他怎么今天这么无情？哎、闪电吗？打雷吗？我刚刚就一直有看到啊。不对，又没有。不是他，他全区都有吧？我也觉得应该是下雨，不确定，我看一下。我爸射自己吗？来来，你射，你射，你射。我来接，我来接，我来接，我来接。不是，你也可以射避雷针，你知道吗？真假？避雷针啊？这边啊。好，那我这边先关它了。好吧。好吧，改天喽。你去对，这里。没有啊，就先关台而已。没有啊，真的没有。我刚刚就看到闪了一下呢、欸啊。对啊，哦，它这边嘛，这边亮亮的，我就看到有亮一下的感觉。亮亮的就开窍。亮亮的。晚上好啊，晨晨。哇，来的真不巧，我们这边原地解散，走的走，撤的撤。要解散了。对啊，我想打，人走茶凉，我一直没打。你想打？好啊，不然我先去陪他们打。哎、欸，又亮了一下、啊那我也先关台啦，大家晚安啦、啊，拜拜。玩一下，我现在开会有点智障。不过鬼鬼那一段真的好好笑、喔，我们再看一次好不好？哪一段呢、啊？我去尿尿，然后嘞，等一下哦。今天很多精华，可是，哎。没办法剪啊，不然我哎，好啦好啦，改天再剪出来吧。我就把今天的封面，今天的标题叫做很好笑，记录当叫很好笑。哎，没了，它关掉了，来吧。我知道带威吓队友嘛，可是那是单刷啊，如果多人的话有办法吗？还是会带威吓的？可是我死掉就没了、欸，他不是，我记得他不是会一直把自己状态清掉吗？属性，铁大胖吗？有啊，而且是格斗属性的铁大胖啊！我真的很想很懒得自己打、欸。哎呦，这么大声哦！笑、哦，我想说，不知道开什么，还是在刷《色维裂空座》。今天呢？啊？我只记得是加攻击，铁臂膀轻松打，所以就是带节拍器、铁臂膀这样就好了嘛。刷一整晚嘛，是不可能啦，改天啦，现在有点晚了。因为其实有在弄紫勾勾，但是一直被推，哎，一直被推。
没有，之前玩珠子不是那时候观看有超过很多吗？但是那时候没有申请，有高。好了好了好了。等一下、哦，要习惯一下。不建议复古，我知道啊，我知道啊。哦、嗯。哎、欸，好不习惯哦，等一下、哦、又忘记怎么按了。哦、嗯。盒子，常用。铁臂膀，格斗钛金，放这边。节拍器、吸取拳 ，OK。你带青铜钟过的怎么过啊？看一下哦，地图打开，哎，还记得？一般都不对，一般太近，一般太近。Go。 哎。你一堆最强都没打，你会很在乎、在意啦，很在意最强之阵那些吗？如果有人有藏马兰特，就帮忙带一下，只要狂藏好就好。藏好，我怎么记得我们吼叫委会啊？哎，我好哇，我的记忆力还是可以的嘛。光墙反射壁，光墙。我要攻击方还是辅助方？嗨，我要叫你来帮我打。嗯，痛啊！啊，白痴，按错。大家一起挑战，知道密语的人。他攻击很痛，没事，真的不行，我再换。N B H R D H， 来吧，有没有人要来帮打？哎、欸，你知道我是看这个你的宝可梦头像，我才想起来你是谁。你们先别出手，是不是？你要先麻痹他吗？睡到下午晚安，有没有要来给我打？辅助要带什么？不要死就好吧。全攻击手就好，辅助我来。哦，好吧，那夏马克，你带铁臂膀吧。那我不用复古，我一直吸取拳嘛。哎，果子晚安，赶快休息，赶快休息。之后啦，之后再想那个麦块要怎么玩，不然现在真的是自己找事情做哎。再问看看菜渣咯。我觉得他们应该比较喜欢打怪的啦，所以我会推他们玩，就是跟 RPG 啊点天赋能力有关的。
这是下马克吗？小林是下马克吗？你进了哦，你是韩哎、欸，你好久不见。不是啊，下马克要不要来？还在进，还在登。我跟你讲哦，他这个说是头上顶着雪吞云吞哎、欸、雪吞虫的那个什么那个智慧星，我都相信。你没在 YT， 我就跑来这了。你都默默看是不是？下马克，二十秒，我要退出。最近都没跟到台 QQ。谁？最近都没跟到啊！感谢叔叔的500块。哎，你上班也辛苦了哎、欸。抱歉啊，我最近比较少在看 FB 那些的了。无法进入，来不及了，没关系，等一下再一次好不好？你等一下再来打一次。哎、欸，瑟薇的屁屁，瑟薇的屁屁，等等那只。哦，电器种子哦。教主有没有喝水啊？有有，我有喝。董内晚安，睡了繁星晚安，叔叔晚安，晚安叔叔。有太近就直接缴对不对？我今天其实，你怎么敢？你看没了，你怎么敢？韩特，哦，可以了是不是？好，我要。他还会再清吗？刚刚龟龟卡窗户片段大概是1小时39分。小妞安安，完蛋。逸轩晚安，晚安，晚安。
哇，你那只海胆好燥哦！哎，可以哎，马下马克，等一下你开房间，我们打你的进去好了。哎，杰克 ，Hello， 看来是吸取权的稀烂，对。杰克晚上好啊，我是有刚凯亚影片还没发，我想说你怎么今天还没，我刚才在搜寻杰克，发现你今天还没有出，欸，还是你其实有出其他的，因为刚刚在麦块，然后他们说想打，刚在搜寻，欸，杂技他怎么可以这样北蓝，我想说我们杰克不是都会抢第一时间大概在九点十点的时候出第一部影片吗？哦，去死吧，刚卡牙的话三次刺耳声本都开盾清除我方 buff三次铁臂扑击太进化，继续扑击结束。啊！他怎么没死？单打的话啦，哦，没有，最近真的好难得单打哦，太累了。上次吉利蛋上去打了大概八只吧，就好累哦。哎，可以耶，那等一下下马克带铁臂绑耶，铁臂绑的话不想那么毒，用剑舞铁臂跟上面的做法差不多，有啊，刚刚有人说剑舞就好了，唉，好欸，明天跟米米拿一颗。好欸，谢谢，等一下再一场陪下马克打一下。脚麻了，我脚麻了。打开包包，宝可入口站。哎，开始九，哎，财经团体站。那个再麻烦一下哦 ，X 九 K 六 H， 感谢。有 K 沃梅 K 六 H。会不会你是说我出来又看到色尾是不是？替换宝可梦，棉被猫安安，最强团战都锁色尾，除非是孵蛋，对啊，没有，他可能是说我不知道哎，因为我那时候也是打完太金洞的时候出来遇到色尾，等他放好泼冷水，我们再打嘿，乖哦，看到泼冷水再攻击哦。感谢 follow。好肥哦，有一颗小矮蛋在旁边。
无情摸摸。为什么你可以了？哎、欸，爆音波哎、欸！我让之前有吸取拳王没吃 PP， 我之前想说，如果这一版有咕妞妞的话，我就直接用咕妞妞，然后开爆音波，直接轰到底。下下不去，全体被麻了，哎，我们的羁绊可以解麻吗？为了不让繁星担心，治好了麻痹效果吧，笑死！我差点倒下，我有看到，我想说，哎，你红血了，你应该是嗝了，他怎么突然红色的了？哇，感谢你，你好棒啊，熊猫。屁股海胆你好燥啊，屁股海胆，你这样我要练一只屁股海胆来用了。哎、欸，奈米血是吗？哦，死了，没了。屁股海胆啊，啊，血吞虫是屁股虫啊。然后那个啊，那个谁，刺尾虫就是屁脸虫啊。不过血吞虫那个嘴巴看起来就很可爱啊，耳曼耳屎倒下来。哎，谢谢，谢谢熊猫，谢谢谢谢，谢谢。好啦，那我也关台啦。啊，也晚了。啊，等一下，我的宝可梦睡，我睡一下。有没有听到？啊、有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好像没收不到哎、欸，还是我们来绕一下久违的，跟安妮一样，帕迪亚风光看一下。
对，这个是那个 Pokemon Plus Plus 的，然后里面住着一只皮卡丘。我稍早开台前去超商一下嘛，结果我的皮卡丘狂叫，然后我直接捂住那个机器，我说闭嘴不要叫，闭嘴不要叫，直接捂住他的嘴巴，叫他不要叫，很羞耻哎、欸。在结账的时候，比嘎啾。你知道水一步，其实水一步我还好。冰一步，安妮比较喜欢冰一步嘛，因为他说叫声又好听。可是我真的凭良心说，我觉得比例来讲，仙子一步真的比较，我比较喜欢仙子一步的比例。不是因为他粉红色，是讲真的，是因为他的那个他的整体比例，那个腿的大小。你知道其实现在我也改不了讲说水精灵啊火精灵那个。作为小学生欸，我到现在还没有设为的那个 Pokemon 欸。欸杰克你有玩睡吗？还是你觉得对那款还好，只是叫你睡觉的游戏啊，那个其实你不用理他。睡觉时间到了你就只是把手机丢旁边不要理他就好了。我那时候其实找这个地方找超久，因为我隐约这边会有那个啊，那个电镀啊，跟那个这只，那个泳圈鼬，因为当时想抓泳圈鼬的色尾嘛，可是始终都遇不到，哎，我吃了一大堆水遭遇的料理，遇不到泳圈鼬的色尾，我还想说搞不好有那个长刺鸥的色尾都出现不到几只了，但看不到，因为那时候都在沙滩海边那边吃。你很快习惯一步叫吧？欸咪咪，你要现在交易吗？我忘记是月灵跑去睡了，不是你。我刚想说，咪咪去睡了，明天跟他要。咸蛋超人，你说奥特曼吗？没办法、啊，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台湾可以翻译成咸蛋超人。奥特曼，我去吃饭，好啊，我们等一下来。悠悠球，一颗悠悠球，谢谢。这个是雷伊布吗？忘记了。哦，哥打呀，哥打呀。超能力霸王，欸你知道啊，我那个因为电视不是有很多那种，就是然后在看超能力霸王的时候，哇，因为一开始我那个我侄子啊，就是一开始我转台他哭得很大声，可是看了超能力霸王之后他就不哭了，欸好神奇哦，不愧是小男孩，果然男生喜欢的东西都一样，男孩子男人果然喜欢男孩子啊，对吧？台湾现在叫超能力霸王，对啊。其实我那时候想说，超能力霸王是咸蛋超人之后的叫法，还是他的另外一个续作？因为我发现后面的那个咸蛋超人他身上跟头上的那种配饰变得超多的。以前不就简简单单穿个紧身服，然后头上一个回力镖，就这样而已吗？可是现在不是欸，现在不简单的欸，现在你头上要好多回力镖，肩膀上也要回力镖。现在名字叫法，对啊，欸，而且还有女生可以完全叫出全部的名字，我觉得哇，好厉害哦。
就想到我以前有办法把宝可梦所有图鉴的名字都念出来一样。应该说以前好几十年一个奥特曼，对，就只有一个原主嘛，也不是原主，就是很基本造型的奥特曼，奥特曼。明明要现在吗？你还在吃吗 ？N49 是谁？你在问我吗？看一下。你没有吗？你还没全图鉴哦。溜溜糖球，溜溜糖球在初始村啊，还不是初始村，那叫什么？水上一大堆啊，那个哪里？这里啊，林蝶镇这边就一大堆了。反正要子越我，但我越听越觉得奇怪，所以之后都叫 TS。哦，啊，如果你真的要设这只阿塔进化的设为，你可以去那个地灵区的那个瀑布，有个瀑布，有个河川那边，你可以吃虫料理，去那边遇，还不错。你好了。哦、等一下，我跟你讲，我等一下眼睛闭起来往前冲，撞到谁我抓谁给你。好，开始闭眼睛。我到底有没有撞到啊？奇怪，怎么那么久了？嗯，等一下，我在爬山，对不对？这是爬山的声音。我到底有没有遇到啊？有，还是我其实路过很多设尾。路过好几只，屁啦！这很随机，我刚刚其实担心我冲出外海，你知道吗？这太小了啦，有没有那么小吗？哪一只？哪一只小小象吗？我要帮你去验吗？或者叫小小象？对啊，它不小，怎么叫小小象？小象。来，小大象，像人家说，哇，是小狗哎，那遇到大只的狗就叫，哇，好大的小狗。嘟嘟嘟嘟，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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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是好小的小小象。欸，小一点欸，你的眼睛好像也很强欸。你是大木博士吧？大米博士。
开始，记得跟手掌一样大。那请问是手太小，手太大，还是大象太小？人家可是可以进化成盾甲的，我靠，你是真的升到色尾哦？哦，原来这只是色尾哦。你看它这种绿，用这种淡淡的绿不是很好看吗？拜拜，小小象。你升几颗？两只。敲音猴，你是不是后面一律都用那个啊 UB 球啦？感谢苏阿唐的揪团，我要睡了。你是把自己揪过来，聪明哦，聪明了哦，苏阿唐。敲口爱，真的，后面的御三家都舍不得他们进化，也不舍不得啊，不准进化。你上次是甜蜜球，哪一只妖毁鸿鹄？我不知道这是何谓丢什么，反正你也知道，我都是丢配色镜的嘛。水月，对，我那天有讲水月鱼什么时候才要来珠子。我好期待水月鱼哦。好了，差不多了，各位，这边是最后一次跟安妮来拍照的地方，所以我有时候会来这边发呆。呵呵呵。你一律普通球不？你要知道后面球种就不能改了。我干嘛了？显示死亡带。看祭典 DLC 跟蓝莓学院 DLC。你知道，珠子没有卷卷耳。我不可能就这样算了，连宝可梦睡也没有卷卷的是怎样？好难过哦。长得跟泰迪熊一样的兔子，居然没有在宝可梦睡跟珠子里面。要火狐狸吗？我没拿吗？好啊，我没拿的话好啊。等一下，我有打过吧？我记得也是你们帮我打的吧？有，千面 B， 那你上来好了。喜翠玉三家，赞！在玩麦块啊？怎么办？我不敢闭眼睛啊！闭眼睛如果遇到色尾，我不是哭死？你知道我当时找皮丘是找好久哦。好啦，闭眼睛，冲！屁呀！
这边是宝可梦太少啊，我看一下哦、喔，哪边比较多？没有、啊，我跟你讲，只要闭眼睛都看不到，都不算色尾啊。啊，不过那时候抓那个蓝色螃蟹，我真的觉得那个蓝色的螃蟹哦，那个蓝色也好好看，北二区很多。北二在哪？东南西北，北二上面。啊，去遇那个好了，去迷你 Q 那个森林。居然没有。有没有红手套呀？我分类还挂着麦块，应该是可以的吧？而且螃蟹真的只能再这样子刷、欸，冲上来。螃蟹色尾你也有了没有啊？我就只是觉得螃蟹的那个蓝色色尾很好看。我记得我喜翠第一个色尾是那个小小狮啊，就你了哦，小狮狮。哎，我的木下力是，我真的很白痴哎、欸！我还想说，哎、欸，给没看过的人再看一次。来，我们来看一下，我那时候直接录影，完美错过，还是观众跟我讲说我错过色尾，我才知道的事情啊，好难过哦，怎么就这样错过了？哪一个啊？不是这里，这里。看后面那一个。暂停怎么按？暂停是 Y。看看后面那个红手套，我完全没看到他哎、欸！啊啊！完完全全就错过了他啊！很酷哎、欸，他的红手套，那个可爱的红手套，还有这个也很难过啊！哎。就只有零点几秒的时间，都刹车了，我都刹车了，有拉就这样子跑了，看到没有？啊，左上角那个小粉红色的牛拉，看到没有？啊啊，冲啊，没了啊啊，垃圾游戏啊，垃圾游戏。抱歉，我来了。哎、欸，等一下，米米，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妖尾红是什么？我妖尾红好像梦境球吧？你记得吗？小，哦，对，梦境球，你弄好再跟我说。那时候观众不告诉你，反而不会难过。对啊，哎、欸，只是真的很好笑，我只是想说拍一下，说，哎、欸，你看这边是我发现的点，我想要只是录影一下啊，谁知道拍到灵异照片。
我拿过球了哦、喔。哦、喔、哦、喔，所以啊，对呢，对对耶，对耶。啊，好想哭哦！你没参加到鸿鹄，错过一场钛金，你会想要最强之证吗？没有的话，我可以随便生一只给你，我可以随便生一只小宝宝给你。八四光年，你是不是我想补球种？你要什么球种啊？我的好，我的八四光年好，我的八四光年跟橘色树下好像都是游泳球。你错过喷火龙，哎、欸，喷火龙是第一个哎、欸，那时候也是跟安妮在那边弄破头在，哎呀。在那边弄破头在生蛋，关个麦块。叶妹，没有啊，麦块没关啊，我麦块还没关，没有找到对象。那今天赌博好玩啊。今天他们是突然说繁星开赌，我说哦，好好好，来了来了来了，因为以为是八点开啦，殊不知晚了一点。你这网络有问题啊、哦？没问题，没有问题，没有盔甲架都亏烂。不行哦，我跟你讲，后面就通通都改龟甲架了。后面就直接后面是放压力板，然后盔甲架，压力板放在盔甲架后面，看哪只羊先撞过去，我们就这样子开赌。现在知道有拉拉了，他要被 ban 了。抓一只玉主刚好一个沙漠头这样，他直接死。你是不是说那个吧？靠呀，那叫什么兽？忘记名字了。他一炮直接我们玩家半条血。那一巴掌扒下去，我们直接死。哎、欸，我不知道，哎、欸，不行，好，不要好了。我想说，我不是有记忆手把吗？我看看可不可以用记忆手把来刷裂空座。就只要按着一颗键，会自动帮你那个退出游戏，点游戏进来。可是万一按不好的话，啊，色尾直接不见。哎、欸，我还是觉得小尾好扯哦。那天才跟我讲说他要开刷裂空座，然后刷八个小时就中了。嗯，哇，怎么刚刚可以连，现在不能连？太神奇了吧！我昨天遇到冰堡色尾，哎，冰堡不是色尾可以去？我听到声音，我冰堡色尾不是可以去个海边吗？他那边会
卡一个好的角度，它可以大量喷出冰雹。好，这个换完我们就关台了。我能不能关台就要靠米米了啊！反正我现在宝可梦睡是调一点半睡，不然每次五点半睡，睡一下下就起来吃早餐，不然我睡过头，早餐整个忘记吃，我亏好亏。啊，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什么宝可梦可以拿？那个配信的，看一下哦，那时候吐我好像很贴。哦哦哦，长毛巨魔色尾，等一下来领一下。动画的船长的喷火龙，喷火龙我还好哎，啊我没看动画啦。教主不想睡，怎么不想睡？哇，是爱心球的，蛋，送来一颗蛋，谢谢咪咪。刚刚没多点，我有点，我狂按 A。我狂点 A 了，我猛 A， 他没有理我。你还忘了带红线哦，所以这一只是没有满的那个，没事没事，这只就拿来宝贝吧。没事没事。哦，看一下哦，宝可入口站，看一下，嗯，这样到时候不知道谁是谁，我们这什么东西呀？好，等一下敷一下 ，T H A 一二零二二 G H A N 一，这个各位，那个夏马克，然后韩特艾查德，你们输入这个。这一串是那个色为长毛巨魔，如果有想要的话输入一下。好啦，我要开始咯。吸引不大，我也觉得其实还好，反正都已经开这游戏了，就弄一下而已。哎，设为裂空座嘞，该配信了吧？这个动画有出现设为裂空座，应该该配信了一下吧？这样我就不用刷了哎，我最后可以从神秘空间出来了哎。光之粘土，怎么可以是公的？以前 KSY 有配信视力工作，我知道啊，我就说，我就有人说以前有配信过力工作，我想说，好好哦。
还有刚好截图，没事啊，你就看记录档。好啦，那就到这边咯，感谢大家，明天见啦，明天，明天哦、喔，明天，明天，明天再看看啦，看他们嘛，尔来尔阿莎啦，没有就算了，因为那时候想说有新模式跟一些新的职业。好啦，说晚安啦。啊，孵蛋，对你不是要孵。不要那么凶啊、嗯！不要那么凶，敷嘛，我就敷，我敷。哎、欸，李光安安，李光，我们李光是我们的李提督哦，小心一点哦。李光晚安，教主上次就看过了，不是他，不是看过的问题，是到时候忘记他是什么。浩浩晚安，爱查德晚安，利恩晚安，没了，柠檬晚安，多拉不是多拉晚安，你这个竟然不是一两步的蛋哦、喔，你说裂空座烤窑、啊，就没有参与到吗？你这个蛋该不会是？全新干净的吧，这样子我是要带火焰之躯出来啊。你是黄的还是蓝的啊？蓝的。你有跑十秒，哦，谢谢你呢。你帮我省了十秒钟。嘎、啊，哎、欸，有了有了有了。我不该在这边生，对不对？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哎，算了啦。哦，好好看哦。早十秒关台。哦喂，可以关台了。好啦，大家晚安啦。然后再不开台的话，李光就要说我人都不见了。哎、欸，繁星都没看到你开台、欸，我不是，我都在一些奇怪的时间点开台、欸。好了，真的很神奇，对吧？很奇异。圆圈爱吃，哎、欸，圆圈，你是那个圆圈吗？晚安，好啦，关咯。位置位置位置。好啦，不揪哦，好好睡啊，晚安晚安。Vivi 还在哭，难过啊，没办法、啊。李光，拜拜。